钢铁乌龟，你要去哪里？发射！全部被我打败了。我没有。你的力气怎么那么大？你要这样，呵呵呵，哇，都是肌肉。会飞吗？钢铁人会飞吗？像刚刚在地上这样飞呀、啊？钢铁人，你跑去哪里了？呼咻！你站在椅子上吗？哦，很高哦，钢铁人。哦，你手要伸起来飞这样。哦，后面还有个穿内裤的妈妈。